Hello， 大家好，福听酱做腮红的实力应该有目共睹了。这次又出了四颗，甜到不行，都戳戳腮红粉。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做腮红粉，而且新出的刷也设计成了这种绒面长毛的刷头。不得不说，福听你是真会炒 CP 呀、啊！随便这样戳戳戳几下就能够取到颜色，然后再戳戳几下就能够均匀的打在脸上。今天就赶紧来全试色看一下吧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个801蓬蓬粉。它是这种膨胀感的白桃牛奶粉，这个颜色简直是打造那种通透感妆效的精髓，直接戳戳戳戳在眼下，然后面中这个地方就会显得皮肤超级通透又去黄气，而且它这个恰到好处的粉打在脸上就是不会泛白，也不会有那种很突兀的发面馒头的感觉，反而是那种很白里透粉的好气色感，就是很面儿桃花的感觉。同时这个粉质啊也是非常细腻丝滑那种，就是会跟你的皮肤融合的特别好，不会有很重的粉感，不管是用来眼下定妆呀还是面部提亮啊都很绝。802柔粉桃一个这种很嫩的娇憨蜜桃粉，而且这个颜色真的很像全网都在求的那种指尖腮红的颜色，简单打圈的方式打在脸上，你看就很轻松的拥有那种很自然的好气色感，想要更氛围感一些可以再集中较小范围的上色，鼻头下巴也要带到一点，就真的很嗲很可爱。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就是会更偏暖蜜桃一点，就是会对肤色的包容性更强一些，是黄皮姐妹入手后使用率会超高的自然显嫩色，同时这个显色度控制得非常好，哪怕你再多上几层也不会吼屁股，整体就是一个把少女的娇憨感拿捏得特别到位的一个颜色，太适合代言姐妹了。803淘气紫是一个这种冷调的丁香灰粉紫色，它不像其他的塞子紫色那么重，恰到好处的粉调在里面，就让这个颜色在提升面部平整度、中和面部黄气的同时，又会让人看起来更清纯氧气一些。而且这个粉紫色除了很显嫩，还会有一些淡雅韩系纯欲感在的，尤其是衬橄榄皮姐妹，会显得整个人很白净，小脸又透又粉的。804甜杏桃是一块这种奶油杏桃感的橘色系，纯纯是黄皮舒适区了。就是会跟皮肤底色融合的特别好，怎么涂都会很有氛围，上脸就是这种淡颜系元气少女的感觉，很有 ins 韩女的那种自然柔和感，我都想象你画一个那种奶性妆然后再涂上这个颜色，简直会清纯养